咁啊，花儿威咧35蚊啊，大热门。咁跟住到呢个宝威色啊，4.7，再然后到呢个金威龙就6.6，红福星威咧就8.5嘅。好啦，一出嚟咧就见到士必得系开边啊，京城之威嗰啲马比较快啲啊，咁中间一路佢咁怼住咧，有呢只傲感。隔篱就呢个美好祝福啦，埋边咧橙衫就系呢个有声有色啊，亦都系上咗上嚟，而家守住个第二添啊。中间见到就系宝威色啦，跟住灰马奥利王子啦，埋边就幸运吉祥。咁啊，仲有外档咧有只蓝色衫俾人遮住咗啦，就系嗰啲德云赛兹嚟噶。咁啊，大热门嗰只花儿威未见，而家见到啦，镜头尾三度啦。咁啊，其他马咧喺隔篱左右就系李氏前啦，金威龙啊，呢啲马啦，咁啊包尾咧就红福星威噶，转到啱啱去到差唔多到700米嗰段，转800路啊，咁啊前面中间透咗大概半个马位出嚟，就系呢个傲感嚟噶，咁啊有声有色咧喺个第二位都走得几行效啊，京城乌龟咧就守第三啦，再跟住过嚟马位之后就美好祝福，外档就德运才智啦，然后埋边咧幸运吉祥，跟隔篱嗰只咧就保威色，再外对面咧就系呢大热门嘅快儿威啦，跟住走嗰只咧就喺入边大概中间度咧就呢个利是前啊，然后灰马奥利王子啊，再埋边咧就呢个利是吉祥都冇晒啦，咁啊红福星威更后位置，金威龙嗰啲冇乜力添啊，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傲感啦已经冇晒力啦，咁首先已经系突围咧，就有呢一只有声有色，最紧上嚟就呢个美好祝福啊，傲感呢第三位冇散晒噶啦，咁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就呢个美好祝福追呢个有声有色，但系有声有色仲有多少喺度啦，越追越紧啦，美好祝福睇追唔追到啦，过咗嘅时候有声有色啦先到，第二名就系美好祝福，走上嚟第三咧就利是前。其实有啲可惜啊，美好祝福应该有机会赢得到呢场马嘅。不过可惜就系见到阿梁明伟咧一路翻到嚟直路，开头打住左手边打两三边，只马又内闪，又要修正转翻嚟打紧右手边，打紧右手边打咗两闪又外闪，外闪又再转翻咧又打翻左手边，左换右换之后结果输个头。因为你睇到只马佢系一路骑落去，越嚟越有嘅只马根本就系冇办法，冇得一气呵成冲刺，争啊争少少，又呢啲样嘢啊。即系讲啲咁多运气啦，有时吓。咁啊，睇翻下呢度先，睇下啲赛后都几多嘢嘅，因为啊，咁啊过磅前咧，马伟昌经医生检查认为就适宜履行余下赛事嘅策骑拼约。咁啊，沙田威正刚讲咗啦，佢起步点途中啊，俾仪仗马踢到，咁啊，兽医检验过认为只马左前脚受伤，咁啊，因此仲要退出，不单止系咁啊，仲要经过兽医检验先可再次出赛添。入到直路前，金威龙就喺呢个利是前同埋奥利王子之间无路可上嘅时候收慢。当时奥利王子向出面斜跑小组啊谴责啊见习骑师黎海荣告嘅必须加倍小心。另外就幸运吉祥啊同埋士必得都遥遥尾随，认为两嘅马表现难以接受，由于试习展示竞争力，兽医检验先可以出赛。金威龙啊八宝报告入直路之后不久咧坐骑动作失去平衡，末段嘅冲刺乏力，就系咁啦。你再睇埋呢一場爆冷咧，你會覺得咧，而家季尾賽事咧，有啲馬之前贏咗咧，好難再喺短期內裏邊咧再贏噶。呢樣嘢咧係睇得到佢根本就係本身呢啲馬嘅能力就係有限嘅，否則佢都唔會去到季尾先贏啦。叻嗰啲已經好似勝利飛區啊，或者甚至乎新力星嗰啲，喺季賽已經係一路一氣呵成啊，咁贏完又贏嗰只啦。而家呢啲，所以日后喺季尾咧，大家都要留意一样嘢，你追咗一只马爷，唔好话谂咧，就话啊食完就唔食啊嗰只。